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让扮演几个角色呀？跟到都是你还有你弟弟是吗？对的。那你两个声音不是一样的？声音放低的，为什么？你在咋子哦？哦，电视呢？没有问题。别说别个生病了，你啷个关心他呀？你三个搞的哟，那我回，要回吐一下就感冒了哟，去看病病嘛，吃了药没？医生啷个说嘛？